观众是衣食父母，怎么着？让你把手机揣进去。你们这个口太重了吧？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因为同着这么多人，确实是不方便，不方便啊。哎，加钱了。对对对对对啊！待会儿我们把它拍下来发在网上就好了啊。哦，有人要替你啊？嚯！哦，你们这喝得出去啊？谢谢大伙儿吧。嗯，说明您对我们的节目很了解，否则的话他怎么能提前去准备这个东西呢？啊，就是。嗯，大伙儿这么支持，我们无以为报。嗯，只能好好说相声。不知道怎么带进场呢？因为我们进场的时候，我们保安都得看看手，手里没东西啊。谢谢吧，谢谢你们，真行啊，都多疼啊。这个礼物是送给于老师的，一人一个，哎，俩都是你的，俩都是你的，因为我觉得你值，真的，嗯，我们别人没有这个水平，没有这个资历，整个中国相声界您可圈可点，客气，这是一个刚烈的汉子啊。哎，有一个过节的样子啊！那也是一种病态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心是真宽，嗯，真好。合作这么些年了，我特别爱跟他一块儿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块儿长起来的。是，人就是这样。你说今天认识的朋友，你就不如去年认识的朋友来的近点。那当然啊，越往前倒，关系越好，接触时间长了，尤其从小一块儿长起来的呢，嗯，两个人之间心里边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嗯，没有藏着掖着，没有利用，嗯，啊。过去好多人说交朋友，交朋友不容易。哦，朋友有酒肉朋友，嗯，吃着喝喝有他，对，一说有事儿，扭头他走了，见不着了，就这样的。嗯，好多朋友之间是为了利用，哦，利益关系。啊，过去来说，朋字都会写，嗯，两个月，对，这为朋。但实际上，为什么朋友的朋友要写成两个月呢？哦，远古的时候那会儿人们不花钱，嗯，拿贝壳当钱，嗯，多少个贝壳穿成一串，这一串贝壳挂在墙上，啊啊，这是。花钱的地儿用它，嗯，来朋友了，哎呦，走，咱们喝酒去吧。嗯，打墙上摘下两串贝壳下来，咱们就喝酒去了。哦，两串贝壳写出来就写的跟两个那个月字似的。嗯，那最早是因为这个象形过来的。哦，哎，才有了朋友。朋包括友，友不包括朋。啊，当然这太复杂，单独说这得说好几天啊。啊，嗨，哪天咱们单独讲这个啊。嗯，所以我们之间已经不能用朋友来形容。那倒是，因为从小一块儿就发小，对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，对，谁呀？你再不走，你后边有人送手机啊？这嗨，你看他跑得多快，想想都后怕。不是他，关键他跟那趴在那儿，他撅着台板这儿，他挡着后边观众。嗯，你头一排那观众，你这多愣啊！保不齐就谁掏点什么存上，嗯，啊，谢谢吧，哟，这都跪下来，平身吧，这嗨，众卿平身吧，啊，快，那么回去吧，话呀，真好啊，嗯，爱跟大伙聊天，那可不，相声就是这个，其他的艺术形式不行，嗯，唯独相声，台上台下偶尔的有个小互动，嗯，这是很高级的表演技巧，对，你通过观众有时候搭下茬，你也会知道，哦，这个人听相声多少年了，哦，这是新来的，嗯，哦，这就是为起哄来的，嗯，啊。一般来说呢，之前以前我们小时候说相声，到十年前吧，啊，搭下茬的都是男孩多，哦，尤其是带着女朋友来那个，嗯，他一定要搭下茬，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激励相声演员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演出，哦，演员要站在观众前边，嗯，我这句话说完了，你不能想到是什么，嗯，你想到了，观众马上瞧不起你，哦，尤其带女朋友来了那个，嗯，你快说到他告诉你，哎，一定会说这个说这个，嗯，你说完跟他一样，他都要飞起了人了，就啊，是啊。你怎么跟我讲啊？哎呀嗨，你就拦不住他。嗯，有时候在台上我能看见，哎，俩人聊天，男孩跟女孩那嘀咕。嗯，哎，如果觉得俩人挺般配的，我就还配合他说两句。哦，哎，然后就没别办法，哥帮你一把是吧？嗨，啊，有时候俩人长得都不好看，我看着可恨，我就往死里弄你。哎呀，你搭着一回茬，我给你一句，你这半辈你都不敢大声说话。啊，这原来近十年来，我看。女孩搭茬的越来越多啊！你看看这，哎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啊！现在这女孩都喝得出去，真的。哎，这啊，谢谢，我锻炼啊，我要身体好。什么叫锻炼？
哪儿就锻炼呢？老了，你们来晚了，真不行了。现在身体，嫂子也说我说你别说了，我有证人这。那你看说到哪儿忘了不是？啊，重来吧。刚才是郭麒麟，所以呢，我有一个跟儿子从哪儿说呀？这就是听相声的乐趣。啊，你干别的哈，你说交响乐、芭蕾舞，你坐底你敢搭茬吗？那是对吧？人家外国人那交响乐跟这儿，你底下搭茬，保安非给你捆出去不可。这还弄到门口树上捆好，泼凉水打你。哎呦，这是保安吗？这个，但票贵。这还，所以说相声是一个很独特的艺术形式。嗯，我们都是从小学起来的，从小一块长大，这都发小吧？对，啊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又来了，我是法国人，行吗？这谁问你？你看，还是占便宜。我是个法国人，怎么就占便宜了？就。说这个意思，一块长起来的。现在回头看，当年上学就跟在眼前一样。哦，那会儿十几岁吧，嗯，曲艺团的学员班，嗯啊，我们这叫团带班。对，就是每年呢，曲艺团各个团，哎，带出一批学生，搁到戏校。嗯，现在叫什么艺术学院、艺术学校？嗯，当年就是天津戏校、北京戏校。对，就把这帮孩子搁到戏校。我们这个名称叫团带班，嗯，就是给团里边带培的这么一个班。对，我们当年都是这个学生出来的，嗯，哎，在那儿上学，那会儿好像都小孩都没多大，十二三，他我高峰，我们仨那会儿一个班。对，嗯，高峰都知道哈，嗯，德云社演员，大高个儿，哎，德云总尿鞋 总尿鞋，总教习什么总尿鞋，总教习戴个眼镜，斯文败类的状态啊。我们仨一个班的同学，他比我们大四岁，嗯，竟然一个班啊！您就说我蹲了四年班是，家里花钱了，花钱啊，没提钱，因为他们家过去跟皇上是本家。又来了，就非说刚才那个是吗？嗯、我就爱说那个，不给钱都干。嗯，大小我们仨一个班、嗯，那会儿没多大呀，那会儿他那会儿比桌子高点有限，那可不是吗？小的时候胖，嗯、家里有钱，吃得好，足蹦。高峰大高个儿，瘦得跟电杆子似的。他先长个儿。我们仨一般那会儿，嗯，那会儿觉着小时候也没钱，反正特别开心哈。那穷欢乐嘛。学校门口的小卖部，我们老去啊，就拿五块钱，嗯、啊，铅笔、橡皮、尺，那便宜。小玩具是什么？那个一块一块大个的那个、嗯、那个泡泡糖是吧？一堆，还那个皮条糖，嗯，对 对, 对啊，小玩意儿，就是那个拉的那个拽着那个糖啊，反正什么就吃那个豆。啊，豆还吹着泡那玩意儿啊，对，各种东西反正一大堆，五块钱带五块钱就去了。是，现在门也没有，没有了，现在都装了监控了。嗯，偷东西去了，跟监控有什么关系？现在物价也涨了，咱们也老了啊，但是依然不变的是您的风采。嚯，哎，你看看，当年比现在还精神啊。那是啊，那会儿全学校就一个敢抽烟的，就是他。那时候就抽，台上老开玩笑，于谦三大爱好、嗯、抽烟喝。你们说的都不齐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于谦三大爱好，抽烟喝酒打球。哎呀，老这么说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，有意思。他们这票里边带着这个，啊，还来一遍，行了，不合适了啊。嗯嗯。抽烟是真抽烟，上学那会儿就是一下课他弄烟卷站楼道，嗯，就抽，可帅了，我们都怕他，比我们大呀，嗯，谦哥，啊，嚯，干嘛呀我这，哇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，请教个问题行吗？嗯，说，呵，猪是怎么死的？嗯，你管我怎么死的？谁问我了？这是问我呢吗？这挺好，嗯，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人都是好学生，嗯，我不行，您不爱上学，哦，上学老师问什么那个什么数学的那个玩意儿，那个英语打死我也不会，哦，啊，什么买菜多少钱怎么叨叨，完事是水池子这池多少水倒了那池子，啊，撑的吗？这不是，我一想以后我说相声，我哪辈子用上这个玩意儿啊？不爱上学，嗯，也不爱写作业，那是，啊，一存这么些个。作业哎，存不爱写，哎呦不爱写。那天教室着火，嚯，把我美死了，哈哈，太好了，嗯，把那作业拿出来，哦，去你的，扔火堆里，扔火堆里边，哼，把火扑灭了，哎嗨，
白费劲了。尤其讨厌考试，嗯，一到考试要我的命了，那就要盒钱了。那是我坐当这儿，这边是高峰，这边是于谦。哦，啊，高峰会写啊，啊啊，戴眼镜啊，写啊，人家他眼神好啊，眼神隔着我能抄，看那么远，他那眼神眼神好，要不人家能装手机呢？我就定眼一看就看。这个多快乐是吧？这孩不挣钱都能干。哎，他定眼一看呢，别提这个了，我都说了不要钱了，就说学习就完了呗。啊，学习学习啊，学习，我不行啊，我没法抄啊。嗯，老师就面对面看着我，就逮着你啊。人家两边怎么抄抄那题，老师不管。哦，老师抱我肩膀站到我对面，好嘛，来写。要看着你写，哎，这好，欺负人吗？嗯，那我也写。你有的写吗？提笔就写。说，儿子出题难，孙子兼考研，哦，老子就不会，退我上学钱。这嗨，解恨来了。哎，老师能爱看我吗？那是。老师老说我，嗯，你呀，啊，哎呀，我就不该把你搁在这个座儿上。怎么呢？哎，这边坐着于谦，这边坐着高峰，嗯，当间坐着你，嗯，俩好孩子让你带坏，真是。你就是他们俩中间的搅屎棍。哎，你还挨呢，把我恶心的呀！合着我是个棍子，哎，合着我们是屎是吗？没有这样的，哦，什么呀？搅屎棍子搅我们俩呢？合着我有洁癖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听不了这个啊。啊，但是一到下课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下课那不学了，那一下课开心了啊！走走走，怎么着？走尿尿去。嗯，这也传伴，上课就睡觉，下课就尿尿。哎，顺口溜了，唯一的一个娱乐项目啊。高峰，嗯，高峰，走，哦，尿尿去。是，我这大高个准确。嗯，谦儿啊，那尿尿去。啊，嗨，怎么了？他矮的那会儿，嗯，没有尿，嗨，去不去？嗯，不去给你打尿了。哎，反正得尿一回。那是，你挑个地儿吧。嗯，啊，叫甭去了，走。啊，仨人一块撒尿去。嗯，我站当间，你带孩子头，这边高峰，嗯，这边于谦，嗯，我好跟他们斗。怎么斗？跳着半截了。嗯，高峰转身啊，弄人一裤子。那是，于谦转这边的，尿一脸。哎，我也太矮了吧，我也。他那会儿随和啊，你一叫他就答应。嗯，哎哎嚯，哎呀，我这不糟践东西。为什么他后来台上口风说话甜？就是，哎，这跟甜有什么关系？我糖尿病。哎，这行行，太恶心了，您这挺好。嗯，这是短暂的乐趣啊。回来之后又得上课了。那还得上啊。要是基本功课我就愁死了。怎么呢？包菜名八扇屏灌口。哎，什么反八事正八事。嗯啊，什么白日会，哦，洋方子，嗯，什么升官图，这都得背呀。啊，背去吧。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叨叨叨叨叨叨叨，把人烦死。嗯，要是别的课还行。别的什么课呢？那比如表演课这行。哦，比如说模仿这行。模仿还学啊？老师来了，这节课咱们学什么汽车，学摩托车。哦，学拉锯。拉锯这一块玩，这个行。怎么个拉锯？来，同学们一起，大伙都跟老师啊一样，这儿拿着锯，假装的啊，无实物。嗯，开始。你瞧，还记得呢。这个高兴，嗯，特别好玩这个。哦，要把手搁谁脖子那儿。嗨，哎，开玩笑，痛快，小孩就这个嘛。嗯，要不这节课学动物叫？动物学什么呀？哎，郭德纲。嗯，你什么小狗怎么叫？我，哦，学狗，我就得站那儿，哇哇哇哇，来这个。哦，高峰。嗯，羊怎么叫？嗯，高峰咩。于谦。嗯，鸡怎么叫？嗯，鸡怎么叫？嗯，他这儿。嗯，大爷来玩啊。什么鸡呀，啊，这是？我这成熟的也太早了吧！我就这个开心啊！一会儿下课了，下课了，走，嗯，尿尿去，尿频呢是怎么着？你没有别的玩的，那哪撒尿玩啊？高峰，高峰，走，尿尿去。嗯，等会儿啊，喝点水，续上点。哎，这好嘛！哎，这是下节课的。哎，走，跟我走。嗯，
得存点，要不然到时候打尿了也是事儿。嗯，人家于谦，嗯，等着吧。哦，我拿纸，这我来个大的。嗨，好嘛，攒下来了、一大卷的纸。嗯，那会儿上厕所不像现在似的啊。我们小时候拿我家家都是那个一卷一卷的白的那纸、啊，不那么富裕，没有，就拿草纸裁的。哦，你高峰他们家拿报纸擦屁股。嗨，他爸爸买那个晚报，把那个文艺版剪下来，给儿子上厕所用。干嘛还单剪文艺版呀？学习嘛，就是为了还得看看以后干文艺啊。哦，高峰屁股上天天都是文艺新闻。哎，这好嘛，都印上了。人家拿着一大捆，嗯，一大卷子，带香味的进口的那个卷纸。嚯，哎，于谦，嗯，接手去喽。哎，我这是接手去，这是大碉堡去了，我这是。我们俩到那儿，我们结完了。嗯，人家大的呀，啊，人家跟那儿等着。嗯，我们都走了。嗯，他跟那儿显摆这纸。嗯，好香哦。嗨，哦，好香啊。也是没事儿干了。你们谁闻闻？嗯，就有那高年级的。啊，来，嚯，哎，是挺香啊。啊，走了，你倒还给我呀？这节课没回来。好，蹲45分钟。下课了。嗯，我跟高峰赶紧救他去。好嘛，怕冲走了呀，掉下去了还。扶着他一边一个架着嘎着窝、嗯、在操场上练走道。哎，这好，都蹲木了，蹲麻了。嗯，这就少上一节课。嗯，再回来上午最后一节课。啊、哦，一般这节课都害怕。怎么害怕？一般这节课学校请的是艺术界的老前辈啊、哦，我们这儿的老艺人。哎，我们那会儿请的就是曲艺界的老先生。嗯，都是80-90岁的那个老头们。对，可厉害了。有能耐，骂人也狠，都害怕。嗯，那会儿教我们的是那黄先生，哦，搞曲艺，唱小曲儿的，不小了年纪，那年就91岁了吧？嗯，黄先生姓黄，对，毛片的那个黄。哎，那瞧瞧瞧，没有这么介绍人的。好，黄先生一来，校长、主任、班主任都跟着，啊，都听，都跟着，坐了最后一排，那儿伺候着、嗯，老头在前面给来一凳子，哦，坐着，91了，嗯，脸上皱纹堆垒，哦，这胡子在这儿跟齐白石似的。嗯，眼睛有神，嗯，说话特别亮，那就搞这个的都怕他，嗯，都怕了，哆嗦着，嗯，老怕他叫我们回答问题，叫吗？嗯，这节课把上节课的那个小曲儿复习一下啊，我这是要复课，心都在这儿了，啊，哎，各位叫啊，什么学生，各位叫我呀，各位都害怕，嗯、啊，老头看。于谦，上来就叫我头一个，嗯，我至于这么害怕吗？我黄先生看看吧，嗯，来电话了？什么来电话？哪儿就来电话了？那会儿还没电话，你没电话废话，从来像话？哪儿就从来？于谦，您按词儿说。你看跟刚才一样，嗯，站好了，嗯，我在船上呢，嗯，你有样吗？哎，这说说，站有站样，坐有坐样，对，你跟你哆了哆嗦干嘛呢？嗯，你这个状态怎么就好像上厕所让人把纸片走了似的？这是唱曲的，是算卦的呀？这个，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他把上节课我教你的唱一遍，嗯，哎，是先生，嗯。烛影摇红雁，透纱窗雨后。住！那不让唱了。唱的什么东西？嗯，不用功的玩意儿、嗯、啊！哼，唱的还不如我孙子呢。这叫什么话？你说老艺人旧社会过来的，就这样。嗯，也没人敢说别的。嗯，骂你就听着呗。嗯，唱的还不如我孙子，但是于谦并不觉得丢人。我干嘛呀？这我们10几岁，他91了。哦。他跟他孙子是，他孙子50了都。好家伙！啊，我们一点都不丢人、嗯、啊！于谦很开心。我也不至于开心，我干嘛挨句骂还挺开心呢？坐下了。嗯。高峰。倒塌了。这就是拿我纸那个。你看。谦儿。嗯。唱。烛影摇红雁，住口。也拦住什么东西？嗯，唱的还不如我儿子呢。高峰看看于谦，乐了。哎，他是乐了。嗯，我这心都到这儿了。啊，
藏也没用。郭德纲，你瞧，先生好。嗯，先生一拍桌子，嗯，嘿，站起来，哎，整个屋没有敢搭茬的，那是都傻了，校长都傻了。嗯，啊，老头站起来看着我，那眼睛跟我刀子似的。嗯，请您唱一段。哎，这什么老师啊？这老师太贱骨头了啊！受累，谢谢。哪儿就受累啊？朱英要住口，还是拦住了。唱的还不如我爸爸呢。哎，这嗨，这老师跟你一块占便宜。嗯，这节课完了，嗯，送先生走。嗯，班主任还得训话呢。他们说什么呀？黄先生走了。嗯，我得批评你们啊。怎么着？得用功。哦，听见了没有啊？嗯。这个有的同学表现很不好，尤其是郭德纲、嗯、高峰、于谦，你们祖孙三代，哎，你给练的这个、啊、谁给练这个？你们得在意点，好好练啊。嗯，高峰昨天吃冰棍了吧？吃冰棍怎么了？不许吃冰棍啊，嗓子坏了啊。哦，于谦那个吃饺子的时候吃辣椒吃太多了，不行啊，都不让吃那样，这都拦着，怕嗓子坏了呀。嗯，酸的不行，哦，甜的不行、嗯、辣的不行，咸的不行，都不行，太烫的不行啊！我们班主任啊，大米饭都拿剪子把两边尖儿绞了去，这也太细致了吧！后来班主任饿死的。哎，嗨，这你这么吃没个不饿死？哎，现在回头想一想，多亏先生们当年对我们的教诲。是，当然你说我们跟先生们比，差之万倍啊，晚不如。朱砂没有红土为贵，嗯，包括保护嗓子，跟人家能比吗？保护嗓子有方法吗？当年有一位刘宝全先生，嗯，那是古界大王啊，那是唱京韵大鼓的前辈，嗯，人家这一辈子为了嗓子连肉都不吃，哦，全素，偶尔说馋了炖点牛肉，嗯，把肉搭出去，拿那汤烩菠菜吃，还是吃青菜，哎，睡觉前大个的鸭梨、嗯、雪花梨切一片，嗯，含在嘴里面，哦，这是干嘛呀？这一宿吐出来之后，早晨看这梨是黑的，这黑的是肺火吸出去了。这讲究，为了嗓子，咱们做得到吗？嗯，我试过，吃这梨，睡觉前来片梨啊，嗯，这不行啊。后来我说，干脆我就一个是多准备点梨啊，我来这几斤是吧？啊，第二一定得找一个人呢、啊，坐在我床头里看着我。哦，哎，我要是吃了呢，他给我续一片啊，这。这还往里续啊！这时候得辛苦点啊、哦！我后来跟他媳妇说、嗯：“我说你别睡觉，干嘛非跟我媳妇儿说呀？你找你媳妇儿去。”他媳妇儿不答应，我看跟我媳妇儿说吧。这、啊、看着啊，嗯，弘扬民族文化，知道吧？振兴戏曲事业。嗯，我一嚼了，你给我续一片，好吧？哎，买了五斤梨，五斤呢、啊？这么大根大梨、嗯，买五斤，切成片儿，码、嗯、一盘子，嚯，搁在那儿。嗯，我睡觉，你看着我啊。啊，咋黑了？早晨一睁眼，嗯，没有啊，没续啊，木有啊，啊，嗯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弘扬民族文化，就是振兴戏曲事业，那怎么不续呢？你点正能量都没有啊？啊，你怎么不给我续呢？啊，嗯，怎么没续啊？啊，续没你吃的快啊，三分钟五斤梨就下去了，好家伙，我还饶进半斤饼去，哎呦，手要是不快，连戒指都没了，好的，这是抢劫来了，嗯，哎。现在回头一想啊，嗯，当年先生们教诲对我们受用终生，没错，是不是？那会儿在学校里边挺好，嗯，想学京剧了，嗯，有没有相声里边《黄鹤楼》？哦，哎，就这类节目涉及到京剧了，嗯，送我们上京剧团，哦，代培，哎，送到那儿学去，嗯，到京剧团，他如鱼得水，怎么呢？人缘好，哈，我们俩一到京剧团，好家伙，都认识他啊，拉大幕的、扫地的、卷台毯的、弄布景的，啊，后台负责叠衣服、烧开水的，先来喽。跟我好着呢，一块喝酒聊天，给烟卷抽。是是是，我就完了，这都不认识我。哦，我一去了就是那个什么唱丫鬟、唱小姐的青衣啊、花旦呐、啊、大姑娘、小姑娘，四十来人围着我，哎呀，烦的呀。我也其实挺想烦一烦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人围着我。嗯嗯，这就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啊、是不一样。那会儿还小，那会儿还小啊、嗯。反正想学评戏了，嗯，送到评剧院。哦，哎，这么有帮子就送到帮剧团。嗯，那会儿确实挺好。如鱼得水，长能耐，学了不少。是传统文化是互通的，嗯啊，很多剧种、很多故事，它其实都有。嗯，你比如说拿《玉堂春》来说，哦，三堂会审《玉堂春》是曲艺有，嗯，相声有，哦、京剧、评剧、梆子都有，都唱。哎，说的是明末的这个名妓啊，嗯，苏三与唐春，嗯，跟王三公子两个人的爱情故事。哦，啊，这个传唱多少年了？嗯，嫂子爱看这个戏，我媳妇儿看完感动、哦，我要当玉堂春。
什么目标啊？这是哎，就好好戏。哎，杜十娘，嗯，曲艺有，哦，京平帮都有。对，哎，名妓杜十娘跟李甲从良，后来被害死了。嫂子看这哭的呀，哎，要当杜十娘。看这，嗯，还有那个擂鼓战金山啊，梁红玉。哦，梁红玉哎，也是名妓，后来从良嫁给了韩世忠，两个人打仗。哦，嫂子不爱看这戏，为什么？从良干嘛呀？啊，从良都不行啊！什么追求啊？他这是一个工作不能坚持到底。哎，行行行了，行了，不行，不爱看这个，换点别的吧。嗯，还有一个独占花魁，独占花也是妓女。哎，那个你有点意思啊？什么有点意思？独占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哈。嗯，曲艺、评书、单口相声，什么大鼓、太平歌词、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越剧、黄梅戏，哦，也都唱，那都属于这一类东西。嗯，花魁不是说名字啊，这人称为花魁，花中魁首，是当时宋朝的一个名妓，自己的名字呢叫姚琴。嗯，姚琴姑娘在那个特种行业里边呢，算是出类拔萃的。别提特种行业，人称叫花魁。对，有一个卖油的小男孩看上他了。哦，卖油郎嘛。嗯，叫秦仲。嗯，秦仲喜欢他，后来两个人通过交往。嗯，怎么交往呢？据说这进人家那个单位啊，一气得花多少两银子。对，可那卖油的孩子没钱啊。嗯，存了好几年，存了这点银子。嗯，去了，赶上姑娘喝醉酒了。哟，就这一晚上，这小伙子跟着坐了一晚上。嗯，坐在那儿就发愣，这屋里雕梁画栋怎么那么好啊？这摆着一大香炉，他就守着香炉坐着。嗯，香炉里边冒着烟，叫龙涎香，好香。哎，龙涎香就是海里的一种类似鲸鱼似的东西。嗯，他吃完东西不消化，通过大肠内的分泌物包住了，再排泄出来，在海水里面飘荡多少年，几百年、上百年，捞出来之后拿那个做香。哎，异香扑鼻。嗯，过去是进贡给皇上的。嗯，所以有这个香，那都不是一般人。嗯，因为那会儿宫里也有人来到姑娘这儿来，所以带来的龙涎香。嗯，这个卖油郎秦仲呢？坐着看着香炉往外飘着烟啊，浮想联翩。就这一晚上，姑娘跟那儿喝多了，一会儿又吐了，一会儿又哭了，他照顾着。天亮了，姑娘说这是个好人。后来两个人终成连理，这么一个故事。哦，那时候我们都学过这个戏啊，独占花魁挺好，这个啊，嗯，就是咱们大过节的热闹热闹。我给你们唱两句好不好？好，哎，这来着，我们请于谦老师配合一下，好吧？哎，我可不会唱，你不要紧的，你这样，我来这个卖油郎啊，秦仲。在评剧里边呢，这是小生。对，你来这个花魁。我还花魁呢？你花中魁首。我不别别，我来不了。你来这个有技术的女人，好吧？哎，行行行，没有那技术啊。你来不了，我不会。这场戏你一句词儿都没有，那作配也不行。没有作配，喝多了躺着睡觉，什么作配？那也不成，你这对吧？你这样，我刚才不说了吗？啊，我跟这发愣，看这大香炉，你来这香炉。这香炉怎么来呀？我在这儿听着，桥楼上一更了，二更了，三更了啊！不同的更有不同的唱。哦，这香炉冒着烟，带领我浮想联翩。哦，你就跟这儿来，这香炉一冒烟就齐了。我冒烟，我哪儿冒烟去呀？我你看，于老师三大爱好：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对吧？你可以抽烟吗？你点一根，你跟着嘬，往里吐就行。啊，这就代表香炉了。代表，你看你带着烟了吗？哦，这烟倒是常带着，嗯，这有。啊，不是真抽啊，是怎么着？可以啊，你看啊，我真带着的啊。对，等会儿，咱说明白 啊。你就我一说开始，你就跟着点烟。哦，你就是那香炉啊。哦，这就香炉。哎，三更天唱完之后，你得醒过来搭个架子就行了。怎么个搭架子？没事，你到那就会了啊。哦，我关键我们有乐队，把乐队叫上来，咱们一块热闹热闹，好吗？好。哎，哦，这回热闹了。来，拉弦的小孩过来。哎，都叫你呢。来，来过来。上这儿来，上这儿。我得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我徒弟，嗯，也是我干儿子，啊，在这个说相声的后台，他的艺名叫陶云盛，云字科的。你看，岳云鹏、栾云平啊、闫云达、陶云盛，他是云字科的啊。他本名呢叫陶阳，嗯，就当初你们都知道那京剧神童陶阳就是他。大家好。长大了。也会拉弦儿，也会说相声，现在挺好哈。嗯，在家里边管我叫爸爸，他就干爹啊。对，我是谁呀？您是我爸爸。您是谁呀？我是您儿子。他是谁呀？我大哥。对，去。我们两个人呢，一家团聚了今天。哪儿跟他一块占便宜拉上？我大爷，大爷，大爷啊！这个
今儿拉弦你也会是吧？拉弦我也会，京呼也行，板呼也行，嗯，就是京剧、评剧、梆子，什么北京曲艺剧，他都会，都会，能说能唱。你这是材料啊？对，嗯，您今儿唱一，我今儿来评戏，哦，咱们来独占花魁啊。哦，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正月十五得吃点好的。吃吃好。吃的什么呀？窝头。哎，应景啊。应什么景啊？那，那个吃点好的。好窝头。吃点贵的。贵窝头。吃点露脸的。露脸的窝头。哎。你说这么给徒弟吃的，早晚也得退出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你就把这拿下。我给你充充电。这不是怎么早这就开始是怎么着？啊，那个弹三弦的也是我徒弟啊，介绍一下吧。哎，这三弦这叫这个周九良。哎，啊，嗯，我徒弟，嗯，也说相声，也弹弦，还有这个这个吹箫的这个孩子呢，这个吹笙的。笙管笛箫吗？哦，不是一个东西啊！多新鲜！吓我一跳啊！王鹤江，我徒弟。嗯，来吧，于老师，被香点上吧。啊，这香炉就算冒了烟。我说相声那么些年，没见过台上抽烟的。哎，这回咱们头一次啊！那是，来吧，开始啊，开始吧。列位，你们算来着了啊！哎，香气扑鼻，还行了，可以了，够巧的了啊！来吧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，开始。耳听桥楼一更梆，烟花院困住了秦钟卖油郎。花魁酒醉牙床上，好似羊醉醉卧在龙床。无奈我在楼上等，耳听敲楼二更梆，光华八仙桌四个盖碗一壶茶，一壶暖茶温在手，姑娘醒了好喝茶，我在楼上寻方便，姑娘醒来把话答，闺女酒醉，她起不了身来，满头珠翠，床上来滚，一件件拾起来放在梳妆台，伸手掐住描花碗，再叫姑娘细听不明白。姑娘，你倒是醒了无忧啊！大爷来玩了。去去去去！有钱人啊，很厉害呀，啊！没有听说过。吃饭一个碗啊，郭德纲，你看看我这碗75万，这么贵呀，啊！
捧的手里边，我真怕摔了怎么办呢？那倒也不至于。75万人家一个碗，嘿，翻过来看啊，有款儿哦，写的是微波炉专用。哎，我们家太能折腾了，这75万买一微波炉的碗。过去来说呀，说这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后代孩子，竟有问题的。有什么问题？哎，说纨绔子弟哦，但是人家没有，咱不学那。哎呀，过去来说三辈出一个贵族，嗯，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，是突然间发财了。哎呀，头天还跟桥底下睡觉呢，嗯，今儿趁3亿，哎呦，他有钱了，但有钱了之后，他那个状态还是在桥底下，哦，都没变，不一样，嗯，啊，这个富贵一定是三辈往上，嗯，会吃会穿会说话，讲究，这是骨子里的东西，嗯，人家就做到这点了，那是祖传的吗？跟人家咱没法比啊，您他当然是比我大几岁，但是同样年龄我也做不到。您客气，叫脾气性格，这份儿，倒脾气倒是好。我亲眼看见啊，就在北京，啊，有一帮人骂他，哦，要换我早急了，你打起来了，骂他，一帮女的，哎呦，骂的那个难听，还是女的骂于老师，啊，就跟没听见一样。谁跟他们置气呀，啊？转过身啊，默默的，嗯，奔南浴池走啊。你回来吧，我走错地方了是吗？这那是没打我就是好的，假装没看见。哎，还假装干嘛呀？那么大岁数，你说能走错吗？不能啊。他能故意去吗？他不是。对，那是他上那儿找他父亲。哎，爷儿俩都是流氓，我们这。哎，瞎说了啊，这我不爱听啊。不是你说的呀，我找我爸爸。他父亲在我心里边位置很高。那你说这个？那个老爷子老贵族。哦，那意思能一样吗？是吗？老头洗澡去。啊，洗澡有时候岁数大了，啊，就糊涂了。他上那儿找老爷子去，那也得去对地。我在北京说句良心话啊，嗯，我洗澡都是他爸爸教的，这还用教吗？你可别以为洗澡谁不会，打开热水就洗，不是这么简单啊。这有学问吗？洗澡是文化呀，哦，讲究的主儿跟那一待待一天，哦，泡澡这叫糖腻子，对，有这个人里边吃，里边喝茶，嗯，下棋跟那玩，搓澡修脚全套的，是是是。他们老爷子这份儿讲究这个。我当年到北京就是老头告诉我，啊，别瞎来，知道吗？哦，来，少爷，我带你去。你看那块匾了吗？这是三个大字“青花池”，啊，这最老的澡堂子了。在北京洗澡，在这儿“青花池”。对，对对，哎，嗯，来，今儿大爷教你怎么叫老北京洗澡。哦，这是个学问知识。这就脱，老头都脱了。嗯，我还有点害臊。干嘛呀，大爷？啊，咱还没进去呢。哎，门口啊，那是得害臊那个。多冷啊，这废话，哪有在门口脱的呀？我们俩站在湖广会馆门口，就他就脱了，还没过马路呢，还这在翻栏杆，这得陷得多的眼呢，这个我搀着他，老头翻栏杆，哎呀，嘿，行行行，比检查身体动静都大，是一翻栏杆老头卡在那儿了，还卡住了，来一帮警察，还有这边跳广场舞的20多个大妈过来，行行行行，这快卖票了，这就，啊，挺好啊，老头洗澡那是个学问呢啊！我没见过这么爱洗澡的人，是吗？讲究洗头一水，什么叫头一水呀，啊？这一天来了多少人？洗完走了，嗯，池子刷干净，换了新水，嗯，谁第一个下去？嗯，这叫洗头一水。哦，这干净，身份的象征。嚯，哦，就你父亲这老贵族啊！哎呀，这个老太爷呀，嗯，早晨4点就得去，就那么早啊？就彰显他这个贵族的气质。嚯，哦！4点啊，青花池门口，嘿，你瞧给这孙子冻的，你这，这是贵族气质吗？这个老太爷啊，什么老太爷呀，啊？这个伙计们刷好了水 啊，弄池子，完事开个门，请老太爷，请吗？哎，叫猫呢，这进，嘿，这老太爷这才进。哎，好，就别提老太爷了，脱衣裳下池子啊，上来的，为什么？这个，嗯。兑点凉水啊，太烫这池子，嗯，这个，嗯，兑点热水，叫怎么都不行，水温合适了啊，门一开，客人们都进来了。哦，我爸爸这给人试水去了，这是没洗澡啊，老贵族，嗯，什么贵族啊，老头往池子里边一下，就这状态啊，顺着池子边下，嗯，下来了，哦，哎，哎。哎，别喝，别喝，别喝！我爸爸泡到茶碗里头了，是怎么？身子
张嘴就喝，身份不光洗澡，一日三餐也是身份啊，吃的也讲究，早上起来吃一碗卤煮，卤煮小肠，哎，猪肠子切碎了，来点蒜一熬，熬一大碗，哦，早上起来他爸爸吃这个，得意这口，哦，到中午那山珍海味了啊，上什么好的？炖吊子，大肠，嗯，切碎了，来点蒜一煮，来大碗，什么山珍海味、啊哎？到晚上要清淡了，哎，好了，哎、来点这个大肠刺身，吃生的了，嗯，现杀的猪，嚯，猪都捆好了啊，踩着猪，哎呦，拿着刀，嗯，老爷子怎么样？吃吗？吃吗？用膳吗？还别提用膳了。你爸爸，这噗杀猪，哎呦，倒这猪肠子啊，不是全倒出来，那倒出一头来，啊，就一头，递给你爸爸啊，老太爷攥着这头，别作了，行了行了，这我听出来了啊，哎，这个拿着肠子头作，那不是吃肠子呢，那是吃的肠子里边那点东西呢，知道吗？不理解你们有钱人是怎么想的，也压根儿也没怎么吃过，很厉害啊！啊，打这儿吃完到睡觉前不再吃东西了，哦，空腹了。哎，睡觉之前啊，吃一根人参，吃一根人参，吉林野山人参啊，那一斤往上的，嚯、哦，拿红糖把它腌了，啊，红糖腌的人参，列位啊，人呐，哎、啊，大象你也受不了啊，没有那么吃的呀，吃的老爷子眼珠子都红了啊，德刚。怎么您呢？我五天没上厕所了。好家伙，上火上当，眼都红了。嗯，老爷子，你张嘴、嗯、啊啊！这看什么？啊、便秘。没听说过，便秘看张嘴看啊。您听我的吗？啊，那人参别吃了。那是，买点香蕉吧。哎，买大板香蕉。啊，哎，嗯，那个最好的是那个泰国来的香蕉。对对对。哎，我觉得两三天就能好。嗯，两三天之后我看见他了。哦。怎么样，大爷？想吗？香蕉管用吗？嗯，不行啊！哟，一点都不管用啊！啊，怎么不管用啊？嗯、啊，那于谦便秘，我给出的主意，吃了三根就好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？什么？吃啊！你以为呢？这个？哎，这行行。哎呀，手机挡着呢。啊。嗯乱七八糟的，我看着我真心疼啊！啊，真心疼！我说大爷，我给您买点泻叶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中药店有一种泻叶，嗯、啊，跟树叶似的，沏完之后喝，嗯，喝完了，我说您就准好。那是通便的。他这回是听我的了。哦，睡觉前喝的。哦，睡觉前喝点泻叶、嗯。关键你爸爸每天睡觉还好吃安眠药，不吃安眠药还睡不着。哎，拿着泻叶这摊儿送安眠药。哎呦，呵。怎么着？这一觉十个小时啊！早晨一睁眼，呼，哎呀，这别形容了，您就挺好。嗯，不管怎么说，老爷子在我心里边是这份的啊、哦，还这份呢。有事没事我就爱去、哦、跟老头聊天去。嗯，有时候走到那儿，哟呵，嗯，皮条胡同。哎、别提这胡同了，墙上画一圈，写个拉字啊，别人都写拆，我们家写拉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再一看你父亲呢，嗯，在胡同口那站街呢。哦，什么词儿啊？这是，你会说话不会啊？你没在屋里边，在街上站着呢。那叫晒太阳的嘛。晒太阳，拿着本书啊，线装的书，老版的呢。老头站胡同口，哦，摇头晃脑啊。就，你是好好提高提高文化了。怎么着？摇头晃脑？那摇头晃脑？那是我妈。哎，我真长知识哎！我去。没有这么个词儿啊，跟老头聊会儿天儿、嗯、啊，有的时候上家去呢，赶上老头也不在，嗯，不在就跟嫂子聊会儿天儿啊啊，他媳妇儿有人认识啊，嗯，这份儿是那贤妻良母倒是不错，哎，在整个中国相声界来说，他媳妇儿也排得上头里边。是啊，嫂夫人不是一般人啊，是吗？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，那倒是，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啊，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？啊，旁边那大宅门是那儿的小姐，你说清楚了吧？当初给于谦介绍女朋友，介绍多少啊？不行，哦，看不上，那是。唯独这个，嗯，瞧上了，这对眼了。那俩人打一碰头，嗯，于谦怎么样？定眼一看，哎，这个姑娘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身材相貌，这白净，不用往下说了，不用，我再纠正您一个词儿啊。
定睛一看。啊，我说的是。您说定眼儿一看，你不对。有什么区别啊？区别大了，按您说那我拿着顶呢，知道吗？哦。什么词儿啊？那就跟你爸爸过栏杆似的。就不要提这个。没有，那就不要太想象了。这个，反正两个人就结婚了呗。啊，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这是老话。这媳妇儿娶过门，多疼人呢。这是挺好的。前些日子感冒发烧啊，大年纪的，把这媳妇儿急的啊，你可别喝西药啊，哦，有副作用。是，我给你熬点汤药吧。中药好。现在哪有这个媳妇儿？嗯，这碗中药熬着凌晨三点半，这么费功夫。嫂子端着他。一脑门汗，那是啊，哎，嗯，大郎，嗯，你就喝了吧。嚯，他挣扎着啊，等我兄弟武松回来。这会儿我跟王妈妈在外屋、啊，这怎么老有你呀、啊？这里，这改潘金莲了？您这说的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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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嗯，玩笑说玩笑啊。嫂子真疼人，而且聪明，人挺好。有时候在后台，嗯，那回就是。赶个啰啰来演出也没吃饭啊，孩子们说我给您端碗面去吧，凑合吃一口。德云社对门有一卖面条的，嗯，牛肉面，嗯，这大碗这么大，嗯，您吃一口不？我说哎，端着这碗拿着筷子、嗯、一口没吃啊。嫂子来了，哦，他媳妇一推门整碰我胳膊肘，啪哟，这碗就碎了，得满地没吃了，碗都碎了。嗯，哎，怎么着，我这 A 字没说完，嫂子话都到了。他说什么了？哎，什么哎，嗯，我陪你一碗就是了，我心里热乎乎的。哎，行了，当然我是得回家。这你早就该回家呢。什么陪你一碗面，知道吗？你以为陪什么？我以为陪一碗片汤呢。嗯，这行了，行，说清楚了吧这词儿。所以说我们之间就跟一家子是一样的。是。年下我还给他拜年去呢。那是啊，皮条胡同拉家又来了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厅里边出来的声音啊，就是嫂夫人。怎么听出来的呢？一边走一边还唱着小曲儿呢。他好唱。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，哎哎哎哎，情人郎你老没回来，哎哎哎哎，解开了香罗带，我是露出了兜兜来，脱毛裤，哎，穿上。哪儿都开春了还穿毛裤，你这老词儿吗？别唱唱这个，打开门啊，咱们规规矩矩的哦，这就对了。嫂子好，哎，春节快乐，好。一见不日如隔三秋，我今天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、哎、我师父等会儿，你说你这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？这一看这个艺人呐、啊，幼儿失学，成语他都不知道啊！一见不日如隔三秋，那叫一日不见，知道吗？行，什么叫行啊？听你的，不是，不是听我的，你改不改？我就不改。行了，嫂子好啊，一日不见。别在这儿蹲，不废话，别在这儿蹲、啊、嫂子您听好了啊，规规矩矩的。哎，嫂子看我也高兴。是啊，死鬼，嗯，挨千刀的哟，小没良心的啊，你还知道来呀、啊、嗯，是没办法看得紧。嗨、啊、没有这么对话。那个谦儿哥呢？哎，你来的正好。哦，他刚走。哎呀，刚走叫正好啊。哦，得嘞，那什么，我上里边瞧瞧瞧瞧老爷子去啊、哦、这就老爷子不在、哦、老爷子早晨三点拖完了就走了。哎，这家拖的呀、啊、好家伙，太敬业。哎，越拖越早了、嗯、这个太敬业 啊我瞧瞧老太太吧。哎，到这屋打开门、嗯、你母亲正弹钢琴呢。哎，她好这个，这是一般老太太吗？啊，能弹钢琴。嗯，谱架子上写着呢，那叫什么呀？嗯，柴可夫斯基是多少协奏曲啊？还挺高端，咱们也不懂啊。老太太坐在这儿，哦，咚咚的咚的咚，咚咚的咚的个咚的咚。我妈坐猪圈里弹的是怎么的？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，知道吗？柴可夫斯基哪有柴可夫啊？送柴火那个司机，这好，没有这曲子。一曲终了啊，老太太回头看见我了，哦。兄弟，哎，等等等，
越说越不像话。我母亲见着你叫你兄弟，肩膀齐为弟兄，咱俩已经哥们一样。那是对呀、啊，你母亲就是我的妈，哪能叫兄弟？那他怎么说的呀？你听差了啊！老太太说：“哎呦，吓我一跳啊！”我还说这是谁呢？德刚来了。好些日子都没来了、嗯、那回我还问他们说这小子干嘛去了，他们说你忙，我说忙我想他呀。德国公说告诉你一声，上这来坐一会儿，我心里也痛快，这么一段话你听成了兄弟。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，太省略了。我这个娘您挺好的、啊、我挺好的。哎，那个谦儿出去了啊，谁是干嘛去了，嗯，老爷子托完走的。哎，他都知道。哦，那挺好啊，我给您拜年。嗯，嘿，小子，今儿可不光是拜年哦，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哦。哎呀，娘啊，啊，这是怨我了。怎么不知道啊？嗨，我得给您备寿礼啊。那倒不必，我拿个本记上今天哦，明年今天我还来。对，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周年。哎，这什么话这是？老太太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还好呢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”好嘛，也不知道好赖。哎呀，我这过生日，家里都出去了哈。啊，那个姐姐们回来了吗？我姐姐，她有四个姐姐啊。想当初是北京的高考的尖子，学习好，那学习状元。嗯，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。哎啊，那是留学去了吗？上那儿就留在那儿，让他们跟那儿学，就没回来。哎，这个别学了。我说像这大户人家，这日子 啊，应该好好的庆祝。哦，最次也得请几个和尚给您念增福增寿经。这您说的是谁会呀、啊？现如今我还会。哦，老娘请来上座，嗯，我给您念增福增寿经。这好啊，儿子你外行了，嗯，听经哪能坐着？那等我躺下啊、躺下。老太太躺下了啊，拉过床单盖上。哎呦，好，全盖上了，自己还念喜歌呢。那。喜房中路，这是喜歌啊。我给他念这增福增寿经，我们听听。道长成就镇济疆场，斋主虔诚上香设拜，叹息呀海中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行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忘在世上走一遭。这是增福增寿经吗？这接的接的不是接的不是僧接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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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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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媳妇儿进来了，那是有事儿，站在门口瞧着我。嗯，嗯，怎么意思？啊，啊，不是怎么了？就走，哎，就回来，哪儿就走？干嘛呢？这满脸跑眉毛的，这个、叫我出去上厨房忙活做饭，那就说就完了呗。老太太睡觉了，吵醒了不合适啊。就这样啊？哎，我们俩赶紧出去上厨房。哦，到厨房关上门，把插销插好了。被帘子挂干嘛呀？这做饭，做饭就做饭，插上门，关上插销，还干嘛呀？这是你们家平房啊，没有抽油烟机哦，万一油烟子出来把老太太熏着怎么办？哦，怕把老太太熏着。你们俩就不怕熏着啊？你有点太疼人了。这废话，没干嘛这？我们会人工呼吸啊。哎，这就用不着，用不着。做饭，做饭。啊、正做饭呢、嗯、前边打起来了。怎么了？你母亲跟你儿子。因为什么呀？你儿子淘气啊，把老太太烟袋弄坏了。哟，你母亲有一个烟袋。对，好，翡翠的嘴儿、嗯、乌木的杆儿，白铜的锅子，好着呢。这是老太太的陪嫁。真是多少年了？嘿，四五年了。哎，四五年了，四五十年了，四五十年了。对，老太太爱如掌上的明珠一样，就喜欢这个。想当初日本鬼子打进中国，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啊，一队日本兵把你父亲押出来了，哎呦，那队日本兵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啊。日本军曹拄着刀问你母亲，哼，二者只能留一样，哟，你挑一个吧。嗯，你母亲眼泪哗哗的，那是、啊、一指你父亲，哎，哎，他弄走吧，这弄走了。你父亲抓走之后第二年啊。
有的你大姐，你这那个年、啊、所以这个东西在家里、哎、不对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不对了，您等等、哎、抓走第二年有我大姐，合着这里边没他什么事，这个你们家人缘可好了啊！这那人缘什么事？不是，你看这就没意思了。老头是抓走了，抓走之后呢，哦，抓到兵营，他跑出来，那就对了嘛。一出日本兵营啊，日本兵过来了，啪，打死了？没打死啊，打腿上了，没死了。人掉山涧里边，摔死的是吗？山涧底有水呀，掉水里头了。他掉石头上，还是摔死了？石头上有草垛，那是软的，草里边立着一大铁叉子，叉死的。你跟他有什么仇啊？这是没叉子，铁叉子他往旁边落、啊，旁边一棵大树，哎，树掉树上，冬天都是干枝子啊这啊！老头捂着脸啊，没扎着，扎屁股上了，呵好，踩着树，掉着悬崖那边就上来了、哎，他爬上去了，日本兵等着呢，啪、啊，还是打死了，你折腾他干嘛呀？你挤兑我干嘛呀？不是废话。那这样说能说三天，你谁让你这样说？我有的是让他死的法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，他就没死啊，就没死，得没死，没死，还是的吗？对他死了，谁跟你说相声是吧？哎，这不去占便宜，您你最好照着词儿说，我告诉你，哪有词儿去？您知道吗？简短截说，小孩跟你母亲那是把烟袋弄折了，折了就完了。老太太追着孩子满处跑，哎呦，孩子哭啊啊！这一哭，你媳妇听见了啊？不对，怎么着？孩子哭。我得看看去，去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刚才玩的好好的了。哎，你先，这不，不是你们做饭脱衣服干嘛呀？他进来的时候把貂皮大衣先脱了呀。那穿貂皮大衣做饭去啊？换上围裙什么的吧。这是换围裙，对了。这现在又把貂皮大衣又穿上啊？好家伙，我得看看去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好好的，这是个忙叨劲儿了呀。他出去了啊？我也看看去吧。跟去吧。好模样的，你这、你连裤子都脱了。你什么？没有这样的，你出来一看，吓死我了！怎么回事吧？娘仨打起来了，仨儿子，你母亲、你媳妇儿、你儿子，哎呦，这仨咕噜一块儿去了！好家伙，裤衩满天飞呀、啊，打光着了都！我也不敢搭茬啊！啊，那是啊！到最后你媳妇儿急了啊！老太太住手！别打了，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！嗯，你不能动这孩子一根手指头！怎么着？他不是于谦的！嗯，老太太乐了啊！你以为说这个我就害怕啊？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？哎，去你！